南韩音乐圈正式开启元宇宙时代。K-pop 偶像团体再进化，新女团 MAVE 登上南韩音乐节目，劲歌热舞。Make new wave, we are MAVE。南韩四人 AI 虚拟女团今年一月底正式出道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，MV 在影音平台上将近1900万点阅率，人气惊人。K-pop 产业近年来开始拓展虚拟世界，早在2021年首支女团 Eternity 问世，男团 Super Kite 更是真人与 AI 偶像所组成。随着 MAVE 出道，网络上有许多拍摄反影片分享观后感，就连 AI 偶像也来参一咖。Super Kite AI 偶像世俊观看 MAVE 的 MV 以及表演的反应影片，更是引发一阵讨论。AI 在各领域越来越流行，现在就连宣传手法也都能办得到。心をこだわりのない空の状態にしながら相手に寄り添っていく。この慈悲というのは相手を救うことだけに限らない。他人への慈しみが自分を救うことにもつながってくる。说起话来，双手合十，语气平和，却很像真人，但其他部位却充满机械感。京都400年历史的高台寺，请来这尊 AI 观音 Midor。不过有些信徒对此反感，认为机器人很假，没有灵魂。而台高寺认为，佛理可以透过任何形式来呈现，机器人只是最新的化身，并不是在亵渎宗教的神圣。东森新闻郭荣新综合报道。南韩人气女团 BLACKPINK